你为什么要打我？还好吗？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我们刚刚说好要玩那个游戏的。什么游戏？现在被人给打睡着。我在家看电视，为什么不能睡着？好啊，那以后我都不叫你了，你就是一睡懒惰。防疫期间，你就一直在家睡就好了。怎么可以打飞哥呢？你尴尬了吧？会不会觉得很可惜？唏嘘啊！我们听，我们听。各位娇娇的亲朋好友们，大家好！由于本土疫情再次升温，黄子佼忍痛宣布取消5月22日的婚礼市集，造成大家不便，敬请见谅。奇怪了，我自己都没搬那么大。黄子佼去年3月与孟耿如登记结婚，原本隔月要举办婚宴，席开70桌，无奈因新冠肺炎搅局，只好忍痛取消。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，就拍谁啊？各种拍谁啊？各种拍谁啊？那真的是最对不起梁鹤群的太太，我的朋友都不进家宴，所以最后就只有一个强姐。我请我的家宴只有一个我的朋友，就是小燕姐。娇娇后来改办小型家宴，要在5月22日举办婚礼市集，让宾客挑伴手礼。但11日阿中部长突宣布，是本土的病例快速增加。没错，又是因为疫情，娇娇的婚事已三度GG而泡汤，夫妻俩的创作画展也跟着胎死腹中了。我要洗个铲子。另一方老婆孟耿如也是百般无奈，她开玩笑说，如果这次真的再没办成功，我真的要去办离婚，老天应该是在给我一些暗示。那如果以后如果跟你一样都晚婚，你会担心他那个？担心他是不是精子卵子早一点啊？对不对？不要像你各方面都跟你一样。他我 OK 啦，你会担心吗？不会担心啊。现在有人在追吗？绝对的吧。绝对！你为什么要发名片？这我们是招生意，我们发名片不是要我们不是找男友，这是婚顾公司，这是婚顾公司，不是很多人在追吗？算一下，哇，这么厉害哦！算一下脚趾头，没有啦，就是还没有喜欢的，认真的啦，有没有几个人在追？真的很多人追哦，真的有啊，还有喜欢的吗？还在过滤，跟他一样过滤一下，从700人过滤到50，就是讲完一下狗仔就跟了，圈内的吗？等一下就跟，不是，没有啦，我就是都就是大家都来嘛。赵哥来婚宴场地会不会觉得很可惜？唏嘘啊！唏嘘。我刚一进来我就想说奇怪了，我自己都没搬那么大，因为一做这个节目帮人家搞那么大个，我自己的都小小办，结果现在接这个节目，不干呢。可是反而是这两年的经验完全派上用场，我完全知道新人在担心什么，或是怕什么，或是想要什么，不要什么。那过程当中就是以这种角度。那露露比较像是以一个待嫁女儿心，就是很想嫁，对，很想嫁啊，会期待什么？对，你的唏嘘跟我唏嘘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他说办不成，然后我是啊想办，但是还要先找人再办一下。啊，好好哦，而且你知道每次看到那种就是求婚的桥段，或者是爸爸然后把手牵女儿哦。我们俩真的老泪纵横哎，就是录到哭到不行。第一集我们录的就有这个场面，对，哭到不行，哭到不行。所以我们完全不认识人家爸爸，对，就不认识人家，然后牵着去。对啊，因为我是那种平常网络上看人家求婚，都会在电脑前面哭。网络上你就会哭啊？会啊，求婚那种求婚的片段，就觉得哇天哪，也太感人了吧！就真的不认识，那个很幸福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会被感染。就第一，我们已经录了一集了嘛，真的一直在补妆，一直在对，一直在哭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就是人家这样，虽然真的，我们好像一面之缘了啊，可是就会非常感受到那种甜蜜的气氛。真的，大家那种好像等了很久啊，这一辈子啊，所以这个节目会非常非常有趣，又感动，充满了爱的，太有爱了，也充满唏嘘。歌手的歌词是不是都很强啊？哦，保证强哦，应该啦，应该啦，自曝光自己的人脉。
话不要讲，话不要讲太满，应该不要讲太满。不是，你也要给电视台交代啊，到时候人都没来，你负责啊，我负责上，你负责叫我的粉丝去结婚，你们快点感动一下。对了，这个当然我们都希望是类似，起码要巨蛋等级的，对，金字辈的。因为你打开门，然后那个几百个宾客，你要看他那个 life 的真实反应。你如果没有这种等级，你大家这样，哦，哎，加分加分加分，对不对？而且你还要最好是老的长辈到年轻的亲友都认识，这难不难？这就最难的，老中青都要。对啊，因为你一个喜宴各种年龄层。然后知名度很重要，年龄层很重要，歌的朗朗上口度、流传度也很重要。他的歌里面不能都是悲歌，也很重要。然后一出来唱，以后别做朋友，他可以唱好不好啊？啊，对对对，可以唱。为什么要唱？因为他前阵子在南部帮人家唱的，免费唱一场。对对对。所以就是卡斯，我们尽量都是朝这个方向。对，从主桌到最边角的桌都要认识的。嗯，对，朝这个方向去。嗯，那没差，最坏就我们两个上去吵。对啊，两个也是不错啊。对啊，哎呀，那要干嘛？是不是？哎，我也是金字辈吧？哎，对，讲的很多啊。哦，对呀，对对。哎，讲到这个，自己不暖壶不开，自己开。哎，没有来啊？哎，什么时候来旁边啊？就这么快？我问你一题好不好？好啊，来。我自己一直在想，这个节目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把你嫁掉。如果最后一集是露露的婚礼，你说这个屌不屌？哎，可是如果是做一季，没是两季，我们尽量看能不能做第三季、或第四季、OK, OK, 第五季，尽量一季不能就两季嘛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说让你得金钟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哇塞！就如果这个节目很有福气，因为我们会带着满满的幸福哦。对对对。一个就是把你嫁掉，一个就是最后得金钟。我觉得得金钟应该还比较，你觉得得金钟容易吗？他已经杠七次，Lucky Seven。哎，人家说什么？结婚后谁嫁谁？抓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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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可以啊，还是已经有了？没有，我现在都在问新郎说，像我们弟姐新郎说，哎，你们身边有没有很不错的弟弟啊？有弟弟啊？哎，弟弟长得不错，找弟弟单身吗？然后我找男方桌的朋友下手。对对对，他说，然后新娘又我也问新娘说，那你身边有什么？身边还有没有单身不错的？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也是我一个我很好发名片的那个 timing， 所以他在请联络我，谢谢。单身的话可以跟我联络。印都印了，不拿白不拿，真的不拿。白不拿董事长，人生第一次当董事长，做个纪念，做个纪念。我是执行长，人家都嫁了，人家得多好。结婚了，那不好说。可以再用吗？金婚银婚的时候，哎，对对，你从本来的五六十桌，变成五桌，变成四桌，啊，你宾客要怎么调整？本来700人，变成60个人，哇，你说这个怎么安排？所以我最后只有下一个指令，就是说我只有一个宾客叫张小燕，小燕姐，其他的啊，我爸我妈你们自己处理，我的朋友都不进家宴，全部你们是我不知道怎么过滤啊，我怎么从600个、700个变60个，所以最后就只有一个小燕姐，我请我的家宴只有一个我的朋友，就是小燕姐，没有露露。哎，对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座位也不够，没有，我们没有麦克风，就5桌这样子，音响设备就简化，就越简单就越好。